下来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再去看一下虾干。过去的一周，送女儿回了学校，家里的老人也要回上海了。你看看上次那个好的虾米干有吗？老板说了，今天是刚刚进的货。哦，刚刚进的货。我们这边一斤是600呀。对对，你们的一斤是600克。对对对。好啦。现在的时间应该是外坡来的榴莲，对呀、啊，几月份？差不多了喽，我看本就来了，是吧？你好，多三倍的，哎，多三倍，好吃，对对，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吃、哦、啊。5月份就有了，再忍一忍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拜拜。陪他们在批发街补买了海味虾干，带上他们最喜欢的怡宝白咖啡，公公婆婆和妈妈也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们了。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，每年的4到6月是槟城最热的季节，所以趁着这个间隙，我们也回趟上海。啊，谢谢谢谢，好，再见啊，回来再见，拜拜。同学，我在。今天上海天气怎么样？上海今天多云转晴，12度到18度，降温4度，北风3级，空气。回来了都要微信支付了，是的呀，买个煎饼果子也是微信支付，这样也方便啊，身上那个零钱不用带了，5块钱一个了，应该是5块钱，我看他们都是5块吧，啊，2个，放那吧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那个酱多放一点。微信收款，微信收款是，哦，它有一个喇叭的，对对 对，收到钱了，他知道，收到钱他就知道了。里边是脆饼，啊对，鸡蛋，嗯，外边是杂粮，嗯。味道和我们之前吃的一样了。这家吃的味道不错，而且蛮干净的。蛋、要买一点吗？那我们这里的鸡蛋都是按斤来算了，是吧？不是按只，哦，这是10块6。这是咸蛋。咸蛋。这个一般的鸡蛋的话，都是按分量来算了。你们怎么又去的那区哦？啥呀？南洋土鸡蛋，嗯，这个蛋要21块钱一斤。拿点什么面？嗯，拿点手工面。哎，好的。这个是手工面是吧？对。那我们就买点这个好了。嗯，我来付钱。收到了啊。到了。像不像我们槟城的那个巴萨里边的？对啊，对啊，对，干货的地方，对，布局都很像的，啊，也是干货。这个大概是正宗的山鸡。嗯。想知道你爸到这里来买鸡吗？对，但是蛮干净的啊。这个是鸭子，这个是鸭子。它这个蛋农场出来的，有你看有那个防伪码，都带圈的。嗯。老板娘，这不是安心买的吗？安心量买的，哦，安心量买的。安吉竹香鸡白茶鸡，那个还要好。这多少钱一公斤啊？是多少公斤？哦，一个对对对。回来的都是说斤的，不说公斤的。脑子还没转。哎呦，公斤了，公斤别人要算了。58一斤。58一斤。估计蛮香的。500克。你看，你下次要吃啊？好的呀。下次好吧。好的呀。
阿姨，侬应该得到寿司吃过不啦？吃过呀，我应该得过嘛呀，蛮好的。哦，蛮好。吃很多年了呀，是吧？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嗯，拿一斤好了。一斤是吧？啊，一斤够了。它是45块钱一斤。是吧，阿婆？你自己挑吧。你们每天都开吗？365天，过年大概休息吧。过年也不休息。过年也不休息啊？大年夜也不休息？不休息。哦呦，哦，那也辛苦。不是，这个黄鳝要吃新鲜的。哎，对对对。然后你这是过年过节嘞，他就要买着吃嘛，对不对？要当场买，对，也是一道菜呀、啊，过年。嗯，跟卖这个虾的样子。也是过年过节我们要买。越忙对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那我想做枪虾。做枪虾这个只有大姐。63哦，现在贵啊，这么小小的虾，对、啊，冰城人看不懂了，这么小的虾，但河虾就这么大小，我们这里河虾就这么大小，我们就吃它的鲜嫩，对，嗯，对，好，60，那做枪虾要买起来，啊，要包子一碗啊，一碗啊，对的呀，活的，枪虾要活的，是，哎呦，搿不是比比虎吗？嗯，那样虾是海虾呀，现在哪能还好养着了咯，等于搿是。搿只是啥？其实刚炒货的吧？搿只是竹节虎，搿只是竹节虎，搿只是台湾炒货。哎、嗯，你不买菜，你不知道的。嗯、我们这里呢，海虾少，河虾的品种蛮多的。这家菜场是这样的，素菜是在楼上的，荤菜是摆在下面。嗯，现在这个季节应该吃什么呀？素菜。笋啊，笋。笋，对。为了泡水头呢？泡水头是粉水头呀，搿几天斤啊？不好泡好啊。哦，廿二块。搿大的是烧汤的，对吧？搿烧汤的。嗯，小的烧油焖子。烧油焖子，今朝烧点油焖子。油焖子根本就买小的，哎。都帮我给两只嫩的啊！搿边的生蚝吃到几文啊？大概5文有吧？5文，我家有了。我家有了啊。老板几点啊？23块。老板收到吧？哦，好，谁呀？我们回来啦！快点去把虾养起来。别的呢没关系的，这个虾要先养出来，因为这个做枪虾要吃活的嘛，所以新鲜最重要。对，我现在挑一下，大的呢我们就做呛虾吃，生的、新鲜的；小的话呢我就做油爆虾了。做枪虾一定要保证是活的。嗯。这个是白酒，先要给它碎一下，醉虾，对，黄酒和白酒都来一点。他们用那个酒洗澡了。行，我先把它放到冰箱里边去，让它醉一会儿。好的。我现在开始调虾的料啊。好的。酒是不用的，对吧？对，可以。你如果酒摆的太多了以后呢，它这个就会发苦的嘛，就吃不出虾的口味的。好，我们呢先来炒一个糖色。
现在把这个虾啊处理一下，嗯，小的嘛，嗯，就做油包虾吃了。那为什么要剪啊？那个枪虾不剪的嘛？哦，枪虾的话是壳要吐掉的，这个油包虾的话是壳不吐的，到时候炸的脆脆的，就是连壳一起吃了，所以它那个煎的东西如果在的话比较刺口，对对对，刺嘴巴。这个炸的火候好的话，连壳一起吃很好吃的。应该是外面脆里边嫩，对，是吧？不过这很考验火候的，嗯，炸的过了吗，你这个肉就缩掉了，就是，对对对，你老了呀。炸的时间长的话呢，熟是熟了，可是里边的肉已经老了，但是炸的时间短的话呢，你如果是外边呢又不会很脆。哇，漂亮！上海油爆虾，蒜香味道出来了，那当然了。上海的菜就是这样的，浓油赤酱，红红的。小吴来啦！就焖一会儿，对吧？好好焖一会儿。味道都已经收进去了啊。还有最后一个马兰拌香干，这个就不炒了。凉拌对吧？对对，凉拌。然后我就把它们先煮一下，熟了就好了。试试看啊，嗯，我研究一下它那个机器怎么用法。不要研究的，这东西放进去就一切就行了，应该。嗯。他说。稍微摇两下就好了，你试一试。你摇一下，大概等于我切十下。哇，你看，快了，很下面已经很碎了，打开来看看。哇，哦，行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。那今朝等饭，侬也算做过公司了了。嗯，马过来到了，再想好吃了香来了。就是吃这个香味。嗯，那很香啊。再混上香菜，嗯，我那个舌头是经流下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那你去叫他们了，我来盛饭吧，好吧？可以吃饭了。分享生活是一种乐趣，感谢收看70后慢生活，我是金宝宝，我们下次再见。